姐姐，今晚也要外出吗？姐姐，姐姐，我好害怕。你在哪里？姐姐，处理掉。为了自己的存活，那些人类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露娜，也包括露娜最珍视的姐姐。我们也是被欺骗了呢。或许只有为你再现当时的场景，你才能真正的明白人类是多么卑劣自私的生物。这就是升格网络的力量，你明白了吗？惩罚再次降临，空中花园。曾经我也天真的憧憬过这里。那，丽芙再陪你一会儿吧。我并不排斥这样。